在拥挤的人潮，然后不小心抓了我一下。哎，关键是陌生人也不会突然来，你说我可以摸你一下吗？肯定不可能吧。我可以抓你一下吗？陌生人应该是那种跟我有间接关系的。间接关系是什么关系啊？朋友的朋友。朋友的朋友。朋友的朋友。真舒服，真舒服，怎么突然真舒服？这么大胆吗？给你机会你就上，给你阳光你就灿烂，给你阳光你就灿烂了，是不是？你在人潮里，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一把抓到他的脸，看什么？我会把小何关在门外。那我其实有钥匙啊，不知道。看，我就知道他有钥匙，所以我才这么说。嗯。你应该把自己关在家里。我想拉着张志远说：“我们别拍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我一定会给辽文送一盆柠檬，因为当时酸给我。啊，那到底是因为酸还是因为太酸 ？Black。哎，我其实不想那个夏天再来，我想过一个。哦、小时候好朋友。我想再来一个，我想再一个夏天过来，我可能就会白回来一点。也不是白回来，也可能更高一点。那从同学时代小明把身边一个男生中最怕聊的东西。我承认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承认怕聊了。我承认。我也怕。我承认。我承认我最近胖了，没有腹肌了。那是一定要成熟的那个。进健身房之后吧。大家都成年的时候。就大家进健身房之后。健身房之后，然后就是明显能看到肌肉一撩，哇！哎，所以男生之间会不会肌肉？会啊，肯定会啊。哼，张哥，就是镜子，虽然把衣服撩起来，比谁的肱二头肌，然后还比谁的好看。就兄弟之间了，兄弟之间，让别人来评价，你说选哪个？哪个好看？好看我跟张哥比过的，嗯，我们持平了。